真不想包，说实话，真不想包。这次我能选奎因的。都是男生。扎哥也是宿四啊，那他还要刷两组，刷的好像比我慢一点。我队友都有线去，哪里需要我？都没眼睛吗？这都没看到。我必须恪守纪律。这个摸眼就是必杀他，这妖姬也很懂啊，直接挂点燃了。要是不给点燃，这波还真不好说。等再补个一两个平 A。他们大要越下路，我感觉。不好帮呀。果然。就感觉他在我将掌控神龙之灵，哪怕付出生命。这上路对面回推线，回推线不好抓呀，都要先六起。我靠，他把这线又压进去了，这么高的吗？他们打野还在蹲下了。
不说句实话是没办法。这真没办法。自己防控敌人，能不能抓到不好杀。给逮到，只有我能承受神龙之怒。哇操，这奶妈大招我直接裂开，太高了，这奶妈大。还有期限，这奎因要先吃线呀。同样的失误我不会再犯。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盲人。我会让他们开眼。
有病啊，这还有谁？你塔皮不要了你，这也要追啊。我还没来呢，把大招用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个鱼每波都这样子清线，不是被抓的吗？启迪就是认识到自己有多么无知。我昨天直播怎么没通知了呀？我所有的粉丝群我都通知了。就你不知道，别人都知道了。我要给你打电话通知吗？你把你电话告诉我，好吧。我下次休息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我说我今天不播了，可以吧？好搞，没大招。面试也做太好了，很难突破呀。看到了，好像很难做事。打闪现，我将掌控神龙之灵。
哎妈，这波没给大招啊！他要是给大招的话，不好说。他这波没给大，他要是给大招的话，这波还真不好说。这眼也当插歪来。给他救活了，这没死。节奏来了，起节奏了呀！感谢可爱虫的办卡，谢谢你的办卡，感谢，谢，听我说，谢谢。两金，这打仗了这么多头了，充两金。我这把等级很高，因为我这把是前期我是偏发育的，他们打野前期一直抓我，压了他三级。一只主播，王城的魅力，他能不能来关键的一脚呀？这脚很关键。只有我能承受神龙之怒。找小龙可以切啊，真的。我绕个视野。把他往这里逼可以吗？来吗？没事，我走了，追不上我的呀。还要硬追我呀！神龙需要沉睡片刻。哎，我这边必须杀奶妈呀！我不杀奶妈，奶妈在我脸上我也过不去。早就该跟我了，这猫真的，这猫早都该跟我了。谢谢可爱虫的办法，谢谢你的办法。他应该在这儿吧。再强行给他奶活掉。脚步放轻。心啊，这你不早给。直接给。他这波省了呀，直接给就好了这波。我这个重伤效果减得很一般，你知道吧，在25%。
他不该省，而且他这不还省大招了，你知道吧？把我害死了。我现在有皇冠，但是皇冠不做事。那皇冠不封我也没办法，皇冠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这波早点给大招就好了，早点给大招，鳄鱼控到直接 Q 二 Q 三。啥呀？德莱维没闪现，看能不能把德莱维蹲了？这不，操！真的假的呀？这也打？你追鳄鱼感觉？把妖姬没声音啊，放了两波一点声音都没的。这你不是把我的位置暴露了吗？你在干嘛？我这不找机会踢的呀，他为什么要暴露我的位置？这对面都不前压了呀。对面打我也很痛啊，我靠，这没有猫的容错率真的难玩。这波第一时间踢进去骗个，要装什么？要装什么？给机会啊。第一时间踢不了，他那个沉默很到位。能不能要打个表呀？我需要一个表，需要一个表头像。750，2400块。他们德莱文没有闪现的话，还是很好打的。瞅瞅，别打，别打。先来个蓝盾吧，先来个蓝盾。
小炮第一时间没在呀、啊，这小炮。小炮第一时间在干嘛呢？逛街。刚才猫在我身上打赢了，然后他现在不跟我了，知道吧？这鳄鱼好嚣张啊！这鳄鱼，他为啥不等我呀？他成早了，我操！100点血被我成了，偷了个鸡。nice nice， 关键关键，太漂亮了。对面背大锅了呀！我现在装备也挺肉的呢，是扎克打我痛，其他人打我没那么痛。我护甲270呢，但是没魔抗。没办法了，我不该 Q 过去的，我这 Q 过去吃个击飞完全动不了，一点操作空间都没的。猫不跟我，我的容错率没有那么高啊。天神能死了呀，这很难跑了呀。逼呀，大龙 buff 你肯定要原地逼呀，往上面跑就好了呀。开打小龙吧，我不知道呀，这把秀我上单是优势，他非要去跟中单，3-5的中单，这么猛的盲僧他不跟，回音也不跟，就去跟个对线烂得掉的妖姬。也是我大招 CD 很快的，
崔英想偷家。哇操，有点可惜，我这么忘了我没大招了你知道吗，这不有点伤啊，这波应该拉扯的，不应该直接上的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的我的，哎，我这波忘了，我刚才把大招放过了，这不脑子里面怎么短路了呀？这种错误也能犯吗？干吧，啊！干吧，兄弟。关键他有沉默呀，什么技能都按不出来。